盲婚瓦嫁年代。盲婚瓦嫁年代，咁當然呢個係以往嘅年代啦。但係亦都有人話咧，呢個咁嘅愛情觀同結婚嘅生活咧，未必唔好喎。就好似一煲冷水慢慢煲熱，但係而家哇，你拍曬拖煲熱，結婚然之後慢慢燙啦，冷卻咗啦。我自己比較印象深刻咧，就係《非誠勿擾》入邊咧，咁有幾個參賽者，我覺得啊，好印象深刻，就係有一個叫做寶馬哥啊，寶馬哥，咁佢就係一個好年輕廿幾歲啦，咁又係佢話佢自己有600多万嘅存款啦，咁亦都有3架嘅跑車啦，咁但係好諷刺就係最後冇人牽，即係冇人拖佢手走喎，即係因為唔夠。內容咁精彩，想睇埋落去，下載 OpenSky.tv 應用程式，收睇完整版本啦。